家午安，我是小慧，今天来到台中这边的招请房咖喱，来挑战他们的巨无霸咖喱饭。然后它的重量有 2.3 公斤重，然后限时20分钟内吃完则免费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那我们就进去挑战吧。像挑战成功的啊，就会照片贴在那上面。有些的话就有写时间，然后有些没有写，不过没关系。刚刚看的好像最快是9分多就吃完，看等一下可以几分吃完。餐点上桌了，然后刚刚的巨无霸餐点已经来了，然后就是小帮手，小帮手不吃辣，然后等下给小帮手，然后等一下就是计时20分钟，然后那我们现在就请老板帮我们按计时器。开始计时了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加油。
挑战成功啦！关于这次的咖喱饭挑战呢，我是感到十分的满意，因为我本身是超爱吃咖喱饭的，然后它那个咖喱酱我本身就超爱的，就算没有挑战，我还是觉得我很值得我去消费。关于这次挑战的难易度，我觉得如果你是比一般人还会再会吃的话，那这家咖喱饭的挑战你都应该会成功，因为我觉得真的会越吃越刷嘴。然后如果有需要跟店家预约挑战的，在前一天私讯店家的脸书就 OK 了。然后最后呢，想要跟大家说，谢谢你们之前在我影片的每一则留言都给我满满的支持与鼓励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